Istanbul 这里小朋友最喜欢的地方，去赞呀。外甥跟 Akim 准备要当消防员了。消防员土耳其话怎么说？消防员的土耳其话就是一发耶。哦，一发耶。一发耶。一次之后，每天回家都在一发耶。这个地方对 Akim 来说是一个学土耳其话的好所在耶，一直学很多的土耳其话，不错哦。Doruk， haydi bakalım。Akim， haydi bakalım， 阳根çıkmış， 阳根ne diyorsunuz， tamam mı？ 咱们出发了。有意外了！哇，火灾很大哎！他们把他们烧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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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掉，给他们烧掉，烧掉，烟根超大。多少树烧掉？他们现在在学习那个当消防员，然后有防止失火，所以他们现在在喷水灭火。然后等一下有下一个任务吧？哎。有啊，很多人物啊。哦，现在在喷水，好认真哦。这水是真的水吗？是啊，真的水啊。哇，这里有个 BJ， 你看一片很认真。所以在里面一片是最小的、最矮的。Vallahi çok ciddi bir yangın var. Sağ olsun çocuklarımız yangını söndürüyor. 他现在不能玩，真的可以看姐姐怎么玩。长大之后我们可以再来这里哦。耶，灭火了！现在要进行快递的任务，所以是哥哥带他一起吗？还是他跟哥哥一起？哥哥一起。因为 Akim 比较小。有个任务好像上面有地图，说要送到那个送达的地方。不过现在他们是不是在作弊？好像有点难。他们在看那个地方在哪里。Kızım şu içeri bırakalım, güzel bir yere bırak onu. Güzel bir yere. Al onu güzel bir yere bırak. Masaya koy istersen. Ha. Tamam. Aferin, hadi bakalım.他来这边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想要当警察。因为他回家，他都会讲那个国内的背景。对，155就是土耳其警察的号码。对，像在台湾是打110嘛。对。对，他的那个意思，所以他们等一下就会出来巡逻嘛，要巡逻嘛，然后告诉大家说，哦，有事情打电话给警察，就是要打155嘛，155。所以等一下看一下，应该很开心。他们现在做的任务呢，就是帮忙就是挡人，因为后面有那个消防队在救火，所以他们现在在挡人，每个都把手举起来，超可爱的，是最小的。这里是一个土耳其的卡拉 OK， 蛮有趣的。Bugün yalnız bu kadar. Hahaha. 我的外甥等下要体验一个刺激的，要爬上去这个建筑上面，你们看哦，三层楼，蛮高的。哎，六哥，我算是。这个已经没办法，这里的一些游戏呢，小朋友不能，就是五六岁的人没有办法，必须要差不多最少十岁。然后呢，超过14岁之后呢，你们基本上不太会来这边玩。喂，大罗森。check。阿迪，阿斯卡德，阿迪，加油。超强的，厉害哦 ，Spiderman。哎，salla， 对，要跟他切割，不是的 ，camera focus 也不叫什么 sana。salla， 来来 ，salla。bas 对面。Adamsın be. 我的外甥最强，他的表现很棒。
其实这个地方哦，等一下要大样的晚上八点最后一个，就是最后一个夜晚的时间，八点之后呢，大家会去休息了。今天影片介绍给大家 Kizanya 这个好玩的地方，下次呢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想要来的话呢，来伊斯坦布尔也可以来，这里 Acacia 百货公司里面的 Kizanya 非常的好玩，就是可以体验很多的不同的行业，让小朋友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。好的，我们也累了，等一下呢要回家了，我们下次见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拜拜。Bundan sonra seni takma ismi Örümcek. Tamam mı? Nasıldı yukarıdan aşağı bakış? Güzel. Yemin ederim. Yükselten bakar bir şey. Korktun mu? Hayır. 10 numarasın. Yeah.